哎，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司机金》中午直播啊，5月27号。咁咧，大家见到咧，今日 Kelvin 喺度咧，即系好得唔得闲啦。咁就今日咧都几多嘅业绩讲下啦。咁同埋都睇下海吉亚都有个收购咁样。咁今日就等我同埋阿 Ada 答啲 Q&A 咁样嘅。系啦，咁就睇翻今日司机金即系25号价啦，咁都见到个 performance 就好翻少少嘅，咁就托赖都系即系 A 股呢排都几好啦个势，咁就希望可以帮到下我哋啦，系啦，咁如果睇翻今日个即系睇翻琴日美股咧，其实都即系都冇乜特别指标性啦，咁其中有个几特别咧就系、是。啊！理想汽車又出咗業績，跟住之後咧，好似成個電動車板塊咧，嗰個氣氛好似好翻少少啊！咁就睇下嚟緊可唔可以仲 keep 到啦？即係見到 NIO 啊、理想嗰啲都升得好勁啊！即係琴日係啦，咁就另外就即係 Amazon 就 firm 咗個 MGM Studio 嗰個價啦，咁都冇乜特別啦，就係、是、即係都係啲比較。大嘅新聞係啦，咁今朝咧就美國同埋大陸就傾緊個 trade，即係傾咗個 trade talk 啦。不過好似都冇乜 detail 啦，咁就所以都係咯，咁睇下會唔會有好啲嘅進展咧喺呢個 trade talk 上面。另外就係嗰、那個京東物流啦，就 firm 咗啦，即係40.36啦，咁就係嗰個價錢，咁就見到都好勁啊個超購，咁睇下。睇下咪真係可以，即係場外講緊60几蚊嘛，睇下咪真係可以升到咁多。咁就今日應該係今日收咗市之後有個暗盤啦，望下嘅。咁就咁今日咧，其實見到其實 A 股嚟講咧，都個勢本身都幾勁嘅。咁你見到其實尤其是啲 tech 啊，A 股啲 tech 啦，咁跟住本身啲 healthcare 都 OK 嘅，不过去到11点零钟咧就开始回翻啲咯。咁如果可以望下，即系其实主要见到就即系个人民币都系比较强啦。再睇翻个人民币先，你今日个电脑好慢啊。睇翻個人民幣啦，都見到佢嗰、那個即係個勢都仲係咁樣升緊啦。咁不過琴日好似見到啲美元都彈翻少少嘅，不過都即係成個 trend 就係4月到而家都人民幣都係偏強，係。咁就除咗呢樣嘢就即係大概都係咁樣。咁如果你講 healthcare 嘅話，就即係而家見到個趨勢咧，就係、是。好似真係輪住大家去買啲比較估值低啦，或者係之前冇乜人睇嘅股票咯，咁就真係輪住咁樣爆發。即係連我之前嘅咩 IPO 嗰只先星藥業啊，即係先星都爆升啦呢排，即係升咗兩日咁樣。咁就即係你見到真係個 volume 係 pick up 啦，咁都幾犀利個勢其實，即係好似係排住隊咁樣啦，所以都要加快，即係我都要加快腳步去，即係睇下有啲咩可以捉到呢啲嘅，即係fair 啲嘅公司。咁同埋就會見到啲嗰啲 CRO 啊，或者係嗰啲 service 咧，即係比較見到係之前北水比較中意炒嗰啲啦，例如係即係愛爾啊，或者。係嗰啲 CRO 咧，都個勢都幾勁嘅呢排，所以都見到其實 A 股好翻咧，對於嗰個 healthcare 個板塊都幾利好嘅，所以就睇下可唔可以 keep 到啦 A 股咁就另外就係、今朝都有聽過阿 Kiso 嘅 call 啦，咁阿 Kiso 咧即係嗰只康方咧就應該今日收市之後咧會入 MSCI 嘅，咁就可能。即係尾段嗰陣咧，會有啲挫嘅，大家就要留意下啦。咁就整體嚟講，佢嗰只 PB One 咧就今日有個消息，即係我聽到咧就嚟其實嗰啲註冊嗰啲其實都搞掂晒㗎啦。咁就其實真係坐喺度等緊嗰邊藥監局個批咯。咁就大家期望係6月會出到嘅。咁就有一個
點咧就幾得意嘅，就係講緊個管理層咧，佢哋就即係平時你入完隻藥咧，會傾醫保啊嘛。因為而家你大家都知嗰、那個佢而家呢個適應症喺嗰個淋巴瘤嘅適應症咧，咁就已經有好多間上咗噶啦。咁就上年就再多幾間入咗啦，咁入咗醫保啦，即係第一間係順達啦。咁跟住咧，佢今年咧就竟然話，即係話我唔諗住傾呢個醫保噶啦，因為驚呢個淋巴瘤咧嗰個產品嘅定價會影響到佢哋嘅銷售咯。咁所以就即係可能用翻平時嗰啲嘅贈藥方法啦，去做銷售啦。佢會即係期望嚟緊下半年可以交到嗰個肺癌適應症咧，跟住就睇下下年可唔可以傾到醫保咯。係啦，呢個就比較特別嘅點可以講下啦。咁所以就大家可以期待下，即係 MSCI 會唔會有啲 impact 啦，或者係嚟緊去6月會唔會出隻藥啦？咁樣係，咁就而家就可能你阿 Ada 講下小米先啦，都見到小米出咗業績啦，咁就睇下 Ada 有冇啲嘢補充啊？我好快咁講下，我冇一個 prepare presentation on 小米，咁但係佢 set result 其實爆好嘅，above expectation 好多啦。咁咧主要係因為啲 margin 啦，across 全部嘅 segment 都好嘅，好過預期好多嘅。咁但係點解今朝升咗？一開嗰陣時升咗，我諗4-5% 啦，咁跟住之後都跌翻落嚟嘅，而家應該臨中午收市係升咗2% 咁樣啦。咁點解係咁？但係你見到其他咧啲component play 咧就全部爆升緊嘅，無論係 A 股同埋港股，就因為呢一排又大家又講翻華為嗰、那個榮耀嗰、那個手機品牌啦，講緊之前咧，我記得我講過係大家預期係5月係會 launch 嘅，咁而家都差唔多5月尾都未 launch 啦，咁但係即係都見到佢有啲即係 product leaks 都出咗嚟㗎啦，咁而家就講緊應該6月啦嗰、那個 launch day，咁啊就真係逼近，同埋都見到嗰啲即係product review 啊嗰啲嘢，咁所以咧就大家可能今日就有啲擔心，華為出翻嚟對而家嗰幾個大陸品牌有咩影響啦？咁所以令到小米咧，雖然出咗一個都好強勁嘅一 set 1Q 嘅 result，但係都唔係好升啦。咁呢一個就簡單咁講解一下個 tech sector。咁靠近後面 scroll 少少啦，我想睇睇。咁頭先講話即係嗰啲handset supply chain 有啲咩升緊啦？咁你見到即係同華為嗰個關係緊密啲嗰啲就真係有升啦，即係例如Sunny 啊，你見我可以係咯，Kelvin 而家指緊嗰度即係Sunny 啊、WingTech 啊、LensTech 啊嗰扎都係都升緊嘅，連一啲 semi play 啦，即係你 SMIC 啊嗰啲都係即係同華為係比較緊密啲嘅關係咧，都今日都爆升緊啦。咁呢個再觀察下，睇下佢係咪真係6月 launch 啦。不過睇股價就應該，同埋睇啲news flow 咧，咁就真係應該係6月會有嗰個 product launch 嘅。好，唔該晒 Ada 啊。咁就跟住做下 Sean 咧 update 下，即係琴日出咗拼多多啦，跟住好似個股價都麻麻地啊。咁就同埋佢都講下隆基個業績嘅，唔係業績，唔係個 call 嚟個嘅，call 嚟個個 call 嘅。OK。咁啊，先講拼多多啦。咁啊，拼多多琴晚咧出現個業績咧，其實即係盤前我見 pre-market 咧，好似係升咗5隻嘅。咁其實即係某程度上，我見到個業績咧，其實好都係高都係 strong beat 嘅，不論係 top line 又好啦，或者係 bottom line 啦。咁啊，但係咧，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因為即係上個季度咧，其實佢哋就 miss 咗噶嘛。咁其實就變相好多市場咧，其實就調低咗佢整體嘅 expectation 嘅。咁所以其實 beat 咧都 beat 得幾多嘅。你見到即係如果對比 Bloomberg 啦，咁
因為 Bloomberg 都多 consensus 嘅，咁啊，即係嗰個可信程度比較高，咁啊，淨係攞咗 Bloomberg 去睇啦。咁你見到其實 top line 咧，即係都有220几亿嘅咁啊人民幣啦。咁你見到其實 bid 咗都 around 9% 左右。咁你會見到即係因為市場喺早一兩個月嘅時候就已經調低咗佢哋整體嗰個 expectation，所以 bid 嗰個程度就可能會特別高啲咯。咁另外就可能你睇翻，如果你睇翻嗰個non 跟住 net profit 咧，如果你睇翻即係 Bloomberg 嘅 consensus 都係net loss 係25亿左右，係咯。咁但係你而家你出到嚟就係 around 18-19亿咯。咁其實就即係個 net profit margin 都係8.5%，你對比翻以前咧，其實講緊係 double digit 嘅。咁所以其實嗰、那個虧損嘅程度就確實係有收窄到咯。系啦，咁同埋如果聽翻琴日個管理層個 call 咧，其實就講到即係佢哋嗰個 gross profit margin， 即係個毛利率咧，喺佢哋嗰個核心嘅電商業務啦，即係撇除咗佢哋 1P model 同埋撇除咗佢哋最新嗰個多多買菜嗰個 model 嘅話咧，其實係同佢哋以往 historical trend 其實就差唔多嘅 consistent 翻嘅。咁所以因為之前其實就即係個 GP margin 咧，其實就即係 keep 住係唔係咁好噶嘛做得，咁所以而家就可能去翻6%几啦，实际个数字就冇嘅，但系个人估计就应该系啱啱上翻6%几咯，系啦，咁啊，另外有一个最即系最关键啦，就系佢哋嗰个 user， 即系佢哋嗰个用户嗰、那个数量啦。咁其实上次 Baba 出咗业绩嘅时候咧，其实Baba 佢哋嗰个每年嘅活跃用户咧，其实就 around 8亿。1000几万嘅，咁其實 Turner 而家拼多多出到嚟咧，其實都已經係超過咗阿里巴巴啦，即係再次超過咗啦。咁你見到其實都係8亿2400万嘅，咁如果要睇翻一個實際嘅對比嘅話，你見到呢個就係即係咁多即係阿里巴巴啦、京東啊、拼多多同唯品會，你會見到其實Baba 咧喺佢哋嗰個淨用户嘅淨增長上面咧，其實係做得好過拼多多嘅。你見到其實即係大家你見到 Baba 同拼多多佢哋嗰個用户基數咧，其實係搭差唔多啊，大家都係8亿左右啦，8亿用户啦。咁你見到，但係如果 quarter on quarter 去計咧 ，Baba 咧係淨增長咧，其實係3200万左右啦。你見到其實係咁多個季度啦，即係可能係講緊8个季度啦，兩年裏面咧，其實個淨增長係最高嘅一次嚟嘅。但係調翻轉拼多多咧，佢嗰個淨增長咧係咁多個季度裏面咧係最少嘅一次嚟。所以呢個位置就可能有一個隱憂喺度，究竟係 Baba 個 engagement 係即係 Baba 好明顯啦。其實你見到其實就係阿里巴巴。他们的 engagement 做的所有东西是 attract 到所有的一些新的用户或者是 retain 旧的用户，他们的能力是确实在这个位置是做得好过拼多多的，拼多多都是 around 3600万，之前我有讲到的就可能他的 net add 我们估计应该都只有4000几万，但是这个位置就可能有一个做得唔係咁好嘅一個位置啦。咁另外就仲有一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今個季度咧，拼多多佢哋即係佢哋嗰個 statement 入邊咧，其實就冇 disclose 佢哋嗰個 GMV 嘅。咁啊，以往嘅 quarter 都有嘅，咁但係今個季度就冇啦。咁其實就睇唔到佢哋實際嗰個變現能力，佢哋個 monetization 啦。咁於是即係有啲 analyst 就問啦，即係個變現個情況而家係點樣啦？咁但係個管理層都冇直接去回應到嘅，咁但係就最就係講嘛，即係我哋而家要 focus 喺嗰啲用户嘅一啲黏性啊，或者用户嘅一啲參與嘅程度係緊要啲嘅咁樣咯。咁啊，所以就暫時就睇唔到佢實際即係個變現嘅情況係點樣啦。咁啊，如果我哋可以再即係再睇另外一樣嘢，就係喺佢個多多賣菜最新嘅業務啦，因為始終都係上年嘅第三季度先至開始啦。咁如果聽翻佢個 call， 佢哋嗰個 tone 咧，其實都幾 positive 嘅。第一樣嘢就係佢哋都幾滿意而家佢哋嗰個增長嘅 momentum 啦，同埋佢哋而家開始 focus 嘅就會多啲喺佢哋嗰啲經營嘅效率上面啦，即係可能喺嗰啲 fulfillment 啦、理賬能力啦，或者係一啲運送嘅能力啦。咁始終即係做社區團購嘅大家講嘅就係要快嘛。咁你要快嘅時候就一定要 invest 多啲落去一啲logistic infrastructure。咁大家知即係拼多多嘅一啲 infrastructure 就一定唔係最好嗰個啦，同埋佢都係用極套嘅。咁啊極套就即係而家就出大家都知啦。OK， 咁啊。所以就即係對比翻，可能京東主打嘅，即係啲人中意京東都係因為 logistic， 咁就可能呢個位置佢哋就要加多啲嘅
投放，咁呢個位置都係會影響到佢哋嚟緊嘅一啲 profitability 咯。咁亦都係成個市場最 concern 嘅一個位置嚟嘅。咁同埋管理層都有提到啦，即係而家佢哋嗰個嘅多多買菜，佢哋呢個社區團購呢個策略咧，其實開始同美團一樣咧，就係、是、會係做一個 national expansion， 即係全國去擴張。如果你對比翻即係可能一啲未上市嘅一啲公司啦，即係一啲興盛優選啊、十匯團呢啲公司咧，其實已經喺嗰、那個社區團購呢一個市場扎根咗一段時間，就唔似好似我哋即係拼多多啊、美團呢啲係上年先至打入嚟咧。佢哋嗰個 focus 嘅位置咧，其實都係好局部嘅，即係可能興盛優選最大嗰個 play 啦。咁其實就而家都係 focus 喺長沙啦。咁但係調翻轉拼多多佢哋咧就即係。噏得出嘅所有地方，其實佢都有 cover 到咯，係啦。咁而家佢哋就希望即係搶多啲唔同嘅地方，就即係 instead of 就係打長沙，咁因為長沙興盛優選係已經 keep 住喺度扎根一段時間，所以要搶佢哋嘅 market share 其實都好難，所以佢哋就分開打散啲咯。OK， 咁啊。另外管理層都有提到，就係唔應該去淨係睇多多買菜嘅流量，因為始終即係多多買菜呢個 app 咧，就係拼多多主 app 嘅一個延伸嚟嘅啫。咁所以佢哋要睇嘅就係你最主要睇翻拼多多佢哋整體嘅流量，而呢個流量咧其實係做得唔錯嘅，即係你見到嗰個 engagement level 咧 ，DAU of MAU 之前有提到咧，佢哋都係喺電商嚟講，其實都係算高嘅50%嘅，即係拍得住快手啊，拍得住抖音呢一類嘅 engagement 嘅，咁一嚟就因為佢哋嗰個買嘢嗰個速度啦，即係佢嗰個每日你都會貼住買餸嗰個情況就有關事啦，就然之後即係好似京東佢可能你買一啲3C嘅貨，但你唔會日日買嘅咁樣咯，咁嘅意思咯。OK， 咁但係最主要琴日跌落嚟啦，那個 concern 就啱啱提到咯，可能啲 user group 上面有啲問題啦，大家有啲隱憂啦，咁同埋最主要就係成個嘅社區團購嗰、那個。那個競爭係有加強啦，同埋即係最近嘅就可能係因為出咗一啲 MBS 嘅 data， 咁啊之前有提到嘅第四季嘅 data 咧，其實就做得唔係咁好嘅 ，retail sales 可能有啲個增長其實係有減慢到，係咯，咁啊，但係整體嚟講，你見到其實嗰、那個即係業務咧，其實都係 on track 嘅，咁所以即係好似會唔會好似即係之前即係 B 站咁樣咧，出完個業績之後打咗落嚟，其實之後都係壓翻上去，就我哋就冇跟得咁貼，就話有啲咩特別嘅操作住嘅，咁但係就 keep 住望住咯，始終即係拼多多都係咁多個即係 play 嘅業績入邊都係做得唔錯嘅嗰幾間嚟嘅，所以就keep 住望住先咯。OK， 咁啊。另外一樣嘢要講嘅就係隆基啦，因為我見之前啲人都有問到隆基有冇啲咩特別嘅睇法嘅，咁啊，琴晚就有個 call 嘅，咁啊呢度可以再總結一下啦。其實隆基就相對嚟講嗰個 view 咧，即係對於短期或者長期咧都係有好有唔好啦。咁啊先講好嗰邊啦，咁啊第一樣嘢咧就係講即係大家。care 嘅就係佢哋嗰個 margin 啦，佢哋嗰個毛利率咧，其實整體 second half 咧，即係第二個下半年咧，其實係有改善到嘅。咁最主要就係因為上游嘅一啲硅料啦，啲 polysilicon 個價咧 ，suppose 應該係會跌嘅。咁啊，琴日咧就出咗一個最新嘅 price 嘅，咁其實就已經去到$200人民幣 per kg 嘅啦。咁所以其實已經 year to date 係講緊120%嘅，咁所以其實好誇張嘅，即係。導致到下游嘅一啲硅片啊，或者係組件啊，佢哋加價幅度係咁多個 week 入面係最多嘅一次，可能8%、10% 都見過啊！呢一個禮拜入面，咁所以亦都解釋到點解咁多module play 啊，或者係polysilicon 琴日 DQ 啊，佢哋琴日又咁樣炒翻上去，最主要就因為呢個原因。咁啊，第二個即係好嘅就係即係管理層都有提到，啲 IR 都有提到，就係成個市場嗰個 consolidation 嗰個速度其實係快過佢哋想象嘅，因為始終第一季度咧就大家知唔係咁好嘅情況咧，好多細嘅一啲廠商咧其實已經係shut down 咗佢哋整體個。即係開工率咧，其實係講緊60%嘅，就得翻或者50%，所以其實就玩唔到嘅，變相啲單就 shift 曬過去一啲大廠入邊，即係可能中環啊，或者係隆基啦。咁始終佢哋都係最大嗰班，受惠嘅情況亦都係比較高。
咁同埋即係而家嘅最第三樣嘢啦，即係比較好嘅咧，就係佢哋嗰個 module 啦，即係組件上面佢哋嗰個單價咧，而家係啱啱一個八嘅。咁一個八呢一個水平咧，下游最下游嘅一啲國企一啲 solar farm 咧，其實仲接受到呢個 area 嘅。咁所以就整體嚟講好嘅嘢，其實就喺 module 啊或者 wafer 上面啦。咁其實都係理想嘅。咁同埋即係始終之前。即你見到呢一個禮拜，即係隆基佢個股價就相對冇其他嗰啲做得咁好啦。咁但係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上個禮拜嗰個青海雲南嘅地震啦，咁影響到佢五月嘅硅片嗰個產能啦 ，around 10% 啦。咁但係管理層都有俾一個最新嘅 update 咧，其實就暫時嚟講咧，佢哋嗰個shipment 啦，即係 module 嘅 shipment 啦，或者係wafer 嘅 shipment 咧，其實都冇話冇話好大嘅改動嘅，即係 unchanged 嘅。咁同埋佢話對於2021年佢哋之前有俾嘅 guidance 啊，40GW 同80GW 咧，都係好大機會係可以搣到嘅。咁佢哋都有都好高嘅，好有高嘅信心喺度啦，係啦。咁但係反而調翻轉做得可能唔係咁好嘅咧，其實就係可能因為嗰個 wafer 佢哋可能喺佢哋嗰個 ASP 上面咧，有機會好似 Solar 同埋 flat glass 喺玻璃上面咧會打一個價格戰啦。咁因為佢哋成個即係隆基最核心咧，希望咧就係要去 gain 嗰個 market share 啦，即係提高嘅市佔率啦。咁佢提高嘅市佔率嘅其中一個做法咧，或者佢哋最希望嘅做法咧，就係主動去降價，然之後就希望吸引到啲人嚟啦。咁所以佢嘅 ASP 咧 ，suppose 就應該係會有一個下跌嘅情況啦。咁所以影響到咧就係 wafer 佢哋嚟緊嘅 margin 咧，其實係會跌嘅。咁因為大家知隆基咧，其實佢哋嗰個最主要嘅業務咧，其實就係wafer 為主啊，六成幾都係做 wafer。咁所以而 wafer 咁多係咁喺隆基咁多嘅業務入面咧，那個毛利率係最高嘅。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係會大高咗整體嗰個 gross profit margin 呢樣嘢係即係其中一個我哋有嘅。嘅 concern 喺入邊，係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佢個210同182mm wafer 個 size 嘅尺寸，咁呢幾個尺寸其實都因為始終而家個210個 mm 嗰個 size 咧，個 adoption 或者嗰個滲透率咧，相對係都比較高，咁所以其實影響住可能182mm 嘅一啲產能啊，或者係產出啊，咁呢啲都會有影響。咁但係隆基佢管理層都有話，而家呢一刻咧，其實182mm 都仍然係成為主流嘅。咁但係因為始終佢哋嗰個 penetration 咧係講緊今年係20%啦，而之後可能去到2022、2023其實已經去到6-7%啊，講緊係兩年幾可以去跳40幾個 percentage point 啦，咁所以就呢個位置，我覺得都係有一個隱憂喺入邊。咁但係始終啱啱我提到嘅所有嘢都唔係即係即一時三刻發生啦。咁始終即係如果係成個行情係做得好嘅，我都選擇去跟一跟先啦。係咯，最主要係咁。好，唔該曬啊 ，Sean 啊。咁跟住之後Elliot 咧會 update 下海吉啊嗰個情況啦，因為我哋都有物揸住。咁就最近有個收購嘅，係唔該啊 ，Elliot。今天是跟大家主要讲一下这个海吉亚的这个收购，然后它的这个大概我的一个个人的看法，还有就是你先看一下这个收购的基本的这个信息，就是收购是发生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海吉亚公布的这个公告，然后这个收购的整个的这个金额是6.42亿人民币，用它的这个全资子公司的这个加码新科技收购了海吉亚99%的一个股权。然后这个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收购的这个医院，这个医院的名称叫贺州广济的一个医院。贺州其实是在这个华南这边，就是广西的壮族自治区的这个区域。然后这个医院的话是这个一个民营的三级综合医院，是然后同时已经运营了70年了。这个医院最早是一家民营的非盈利型医院，它的原名叫这个贺州广济医院，然后是在2020年的6月取得了这个盈利性的这个资质。然后它的这个业务现在也包含比较广，现在目前已经有了这个肿瘤科、骨科，还有泌尿外科、妇科这几个大的这个都有。然后床位的话是547张，然后这个每年的这个问诊量大概是在30000人左右，门诊人次大概是在300000人次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收购的话，其实我简单也对比了一下这个海吉亚这次的收购和它之前的这个几个医院的其他几个集团的一个收购情况。所以说简单来说，它这个 PE 的这次就是它的这个市盈率的话是在34.8的一个市盈率，这个的话基本上是略低于一个行业的一个平均值，其实就是基本上接近的。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认为这个市盈率稍微高了一点，因为贺州广济这个医院它的这个
位置的话是在这个华南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同时它这个医院的规模，按它的床位啊，还有它的门诊量人次的话，我是认为这个市盈率稍微给的高了一点。然后它这个 PE 的话，就是这个市净率的话是在 6.2 左右的市净率，然后这个是比行业高了蛮多的，比行业高了一倍左右的一个市净率。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主要是贺州广济医院的这个净资产可能这个规模是稍微小了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贺州广济医院的净资产其实只有 1.03 亿的一个净资产，所以说它这个相对于其他同类医院可能略小一点，所以说这个可能它的市净率来说稍微低一点。但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广济医院它这个19年到20年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速，其实虽然它的 top line 这个盈利是相对低一点，但是它的这个净利润其实增速是非常快的，是有 34.6 的一个46.8 的一个净利润的一个增速。这个其实我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相对同业的话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能找到就是能有这个交易记录的来看，其实行业的整个平均值其实算下来只有负的 0.23 的一个净的一个净利润的一个增长速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去年可能是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可能这个所有的这个医院的盈利都营收都比较低。但是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贺州广济医院能做到这个 46.8 的一个 top line 的一个增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可以的。同时这个将来这个一旦这个贺州广济医院的话将来是引入到海基亚的这个运营模型里面，我是认为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增长空间。所以说其实综合下来看，我觉得虽然说这个 premium 给的高了一点，就是但是我觉得从它如果只是看它的净利润增速，我觉得还是可以，还是这个有一些道理的吧。然后之后再总结一下这个到目前为止海基亚的一个收购情况。其实现在海基亚现在一共是收购了自有了7家医院，有3家是托管医院，现在是覆盖了大概7个城市的一个情况。然后这7家医院里面有4家都是通过收购来的。然后这个同时根据我之前了解，这个在参加海基亚的这个 conference call 里，我听他们的给的信息就是今年可能一共大概有3个项目，就是算上除了永鼎以外，就是还可能会有2到3个项目。所以说就是说我认为下半年除了这个贺州广济这个医院以外，可能还会存在1到2个收购的项目，大家可以进一步继续去关注海基亚的这个情况。最后就是我觉得给一个 comment， 就是我认为海基亚的这个其实这个收购其实并不是说一个随性的一个收购吧，因为其实之前我在参加了很多次这个海基亚的 call， 就是他们其实一直强调，就是我记得上次我也跟大家说过，他在这个广西的这边就是华南部分，他是一直有一个想收购的一个计划，因为就是华南这边有这个鼻咽癌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们喜欢吃槟榔比较多一点，这个槟榔就会引发鼻咽癌，所以这边是一直是个鼻咽癌的高峰。其实海基亚是一直瞄准这个市场已经很久了，所以这次这个收购它是在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所以我认为这个确实是符合它的这个战略的一直的一个意图吧，所以说也算达到它这个意图了。然后同时这个将来进一步的话，刚才也说，就是海基亚将来可能在它这个模型以后，运用海基亚的模型以后，可以进一步增加床位啊、营收啊、市占率，同时可以把它这个整个这个覆盖的这个区域，之前是在只有贺州这周边，将来可能由于有海基亚这个品牌的效应，可能把整个华南除了贺州以外的周边区域也能覆盖到，就是这边的病人也可能会来这边来这个贺州去看病。然后同时这个根据海基亚这个模型和这个运营的话，将来可能可以进一步提升它的这个营运的收入和质量，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况吧。所以说综合下来我的评论就是我觉得是个中立的一个看法吧，因为确实 premium 给的稍微高了一点，根据它这个情况，但是它确实也是这个从这个净利润增速和它这个整个战略意图上来讲，我觉得也 OK， 所以说我觉得是个就是中等吧，所以大家还要进一步看市场，我觉得可能这个怎么解读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咁就记得有人话要用翻广东话总结啊，咁就整体嚟讲咧，就讲紧即系海吉亚医疗呢间公司就即系如果冇睇过就即系大家都知佢系讲紧做呢个肿瘤相关嘅医院服务啦。咁你见到其实佢近年嚟都嗰个业绩都搞得几好。咁就即系今年咧，其中最重要嘅 catalyst 就系佢嗰啲收购咯。咁你见到公司都即系讲得出嘅，佢都有一直系咁出紧啦。咁头先阿 Ella 都话嚟紧可能仲有1-2个咁样，所以就即系虽然今次咧你讲紧嗰个嘅收购咧，比起以前可能会贵一啲啦，嗰个即系嗰个嘅 P， 但系即系如果你
對嗰間收購嗰間醫院咧係有信心，見到佢嗰個業績都係咁勁嘅話咧，即係所以就都即係我哋覺得係都叫做還好啦，叫做 in line 嘅，其實都係啦。咁就我哋都繼續而家有揸住海嘉啦，係啦。咁就係咁咁就可能就睇翻有冇啲 comment 未答咧，琴日。其實我見到有人話 Alien 要 zoom 大啲個 Excel file 啊，就算幫佢 zoom 大咗，希望大家見到嗰啲數據啦。咁就阿康空撈問啊，資源金屬有冇大牛市嘅條件？未來銅咧係咪真係會供不應求咧？定係只係一個 supply 嘅 bottleneck 嚟嘅咧？呢個阿 Ada 有冇 comment？其实呢个我哋答咗好多次，货资源股讲真，我真系唔敢睇太远嘅，我都系睇翻个 underlying 嗰个 commodity price 去做人嘅啫，咁所以呢一排咧，咁又真系停低咗落嚟，咁啊，我哋就亦都停低咗落嚟啦，就冇再加碼上去嘅，但係之前我哋都 comment 過，但係我哋都冇減到嘅，即係如果你話銅啊同埋其他一籃子嘅，我哋之前唯一減咗嘅就係啲steel 相關嘅喺即係嗰陣時高位嗰陣時，但係你見今日啲鞍鋼啊嗰啲都升翻。OK， 唔該 Ada。咁跟住就話啲 SMHD 話啊，你健康蝕死啦咁樣我琴日我係講咗業績啦，係啦，佢都係復翻個video。咁啊 ，Traderless 咧又嚟咯，佢話啊，豪德你好啊，想問翻啲 reverse repo 嘅嘢。咁我諗豪德聽日打翻啦呢個。跟住啊 ，Posing Nelson 咧就話 Nike 又好風騷啊呢排。睇下佢係咪？我哋都要聽下 Nike。其實係 Nike 定 Nike 咧？Nike Kill 定 Nike Kill？ 係啦，咁就跟住另外 Traders 咧就講呢個招顯新藥啦。咁我哋之前有講過嘅 IPO 嘅嘢個 CRO， 咁佢應該係講緊康龍，即係康Pharmaron 啦。咁就個增長好似同佢差唔多，但係佢哋做啲嘢就有啲唔同嘅。咁就追落後。即係我其實而家成個 healthcare 板塊都即係你冇乜壞消息，其實都有呢個嘅潛質去追落後，因為大家都係玩緊呢個 theme， 我覺得咁就我哋而家就揸住 Pharmaron 啦，同埋隻 CBio 咯，咁就我 CRO 比較難啲嘅，咁 CRO 就即係大 CRO 似係咧，即係似感覺似喺基金股板塊多啲嘅，我自己感覺，即係而家好似大家中意玩即係炒落後咧，大家係中意玩啲花麻股啦，有啲創新元素嘅花麻股啦，即係十幾倍到三十幾倍 P/E 嘅花麻股，跟住可能再加啲黃理過嘅 B 股啦。之前咁就即係你見到嗰啲科人 pick up 得好犀利，即係暫時我個觀察係咁樣咯。咁就搭埋即市嘅 Q&A 啦。我見 AM 嗰邊冇人問問題啊。咁就咧呢、這个Kevin Lam 问啊，理想汽车有冇研究？咁就而家持仓定减仓？我哋冇揸啦，而家就系揸住只 Tesla 啦。咁就见到琴日就开始，即系好似大家有追翻啲电动车啊。咁就其实个股仔暂时都冇乜分别啊，都系大家都觉得系有啲 pressure on。即係嗰啲嘅芯片啦，咁就理想就話六月有架新車出咁樣，係咯，咁睇下我睇下聽日有冇 update 俾到你。跟住啊 ，Kenny Pan 問啊，豪德點睇唯品會嗰只FIPS 啊 ，FIPS， 咁就佢個商業模式係線上線下折扣店，唔係淨係電商股，咁對標 TJX 係咪合適咧？即係 TJX 就係應該係咪講緊Tencent JD 同埋小米？咁我哋冇 directly 咁樣去 compare 佢嘅 P
PE 嘅。咁咁你都講啦，因為佢嗰個 business model 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就唔會直接對標嗰幾隻咯。咁尤其是係 X 啦 ，X 就唔關事添啦。咁Tencent 亦都唔係好直接對標到啦。咁你話我、近啲嘅可能係 JD 啦，咁但係都唔係好 comparable 嘅其實。好啦，跟住阿 Like Yo 就問啦，浩德有冇加啲內險內銀 A 股啊？平保得唔得啊？我其實我呢幾日有諗緊呢一樣嘢嘅，但係未做，有諗未做，思考緊。因為之前我哋講過點解啲內銀唔係內險跌咗落嚟啦？因為喺1Q 嘅時候，即係簡簡都 guide 你話2Q 會差嘅咁但係其實出到嚟咧，睇四月平保啊真係差啦。咁但係睇翻China Life 同埋呢一個嘅太保咧，其實佢哋四月份又唔係想象中咁差嘅。咁所以就 so far 有兩個 data point 話俾我知，唔係全行都唔得嘅。二 Q 即係喺四月份嚟講，咁所以我都開始有睇緊嘅，不過未喐手，未喐手。好啦，跟住阿 Marco 曾咧就問咧，而家聯儲局收水同埋加息預期情況嘅底下咧，今年啲股票係咪唔係好適合長揸咧？咁就但係又驚通脹咁，唔揸現金揸咩好？咁就第一樣嘢我諗到就見到啲金升緊咯，咁啊啲人可能諗下啲金咯。之前就話啲 Bitcoin 啊嗰啲嘅，咁就而家都難搞啲啦。咁即係雖然而家即係好似啲 sector 係咁輪流咁樣rotate， 咁但係我覺得咁總有一啲係好嘅公司係都仲係可以長揸嘅。都係大家都會諗股票其實都。跟住咧 ，Kyo 問啊，即係四環啊，點樣睇啊？我而家咁就四環真係難玩啦。咁就見到佢兩棍就彈咗上去。但係其實我對呢間公司咧，其實都即係雖然話之前有炒過，但係其實我都即係有啲 concern 嘅。其實因為之前有望過下佢啲即係嗰啲 pipeline 入邊咧，其實佢啲產品真係好，即係你講緊如果創新藥方面咧，其實真係好初期。我連啲臨床嗰啲嘢都揾唔到，即係佢有啲收購咗啲公司翻嚟，係我揾唔到佢嗰啲嘅臨床數據啦。直頭佢有個佢有個收購翻嚟公司，我就有個網都揾唔到。但係即係不過我覺得係應該都即係因為佢好初期，所以冇乜披露嗰啲資料咯。咁就。你見到就佢都係講緊嗰個嘅 Botox 嗰隻藥咯，賣緊。但係即係睇翻韓國嗰邊嗰個公司講嗰個 target 又究竟啊四環可以攞到幾多咧？因為畢竟呢間公司其實係去做呢個嘅分銷咯，純粹係即係唔係佢整噶嘛嗰隻，即係嗰個 Botox 係嗰邊嗰隻Hugel 嗰邊係。即係攞貨俾佢去分銷啊，大佬。咁就即係你講緊雖然話嗰隻藥就即係嗰隻 Botox 就係即係好幾勁啦，賣得咁即係有啲 concern 啦，所以就會比較易就即係嗰個 holding part 冇咁勁啊。對於呢間公司，即係反而你見到外美客咧，就即係人哋真係交緊數嘛，所以就我哋而家仲有揸住咯，整即係所以只可以咁樣講咯，我睇法。跟住阿希鋪問咧，向上溝法有咩技巧？通常向上溝有咩標準？這個可能會叫好得詳盡咁答啦，但係即係我簡略咁啦，就係咁向上溝就即係個市場認同緊你原先買嘅決定係啱啦。咁呢一個第一係好啦。咁但係即係嗰個技巧就係你溝到咩位置要停啦，即係呢一個就係、是、咁你應該都心目中會有一個有一個範圍，你覺得即係個估值係去到邊嘅，即係喺嗰一刻，即係as I say呢一個
目標價呢樣嘢咧，我哋就唔係睇得咁實嘅。咁 as things happen 咧，咁你都會調整你嘅目標價嘅。咁有好嘅事情發生，咁你個目標價通常都會繼續調高嘅。咁所以呢一個唔係一個 static 嘅目標價。咁但係你嗰一刻，你應該心目中都有一個範圍嘅。咁所以去到即係你向上溝，去到有一個位，你都會停一停咯。即係唔係無限向上溝咯？但係详尽的可能这个叫我得再仔细一点的答案。David Palm A 股是不是重拾升轨、啊、对六月有什么看法？那就我们都继续我们都继续加紧 A 股相关的股票啦，那都一见到个势都是劲的这几天。还有你见到个人民币都是都升得很急下。咁跟住 Mark Lumen 啊，司基金有冇開始部署小米藥明生物咧？印度嘅疫情係咪會影響小米下次嘅業績啊？我答小米，你唔答藥明生物啦。咁咁小米我哋就拎佢，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啊，小米就係印度，但係其實如果而家睇即係印度又唔係佔雖然都係重要嘅 market， 但係佢其實歐洲嗰邊都做得幾好嘅，咁而家最大嘅就係會大陸同歐洲啦，咁希望可以幫助到即係 cover 下呢一個印度，但係佢琴日講就冇特別回應印度嘅，佢話個 manufacturing 嗰邊即係嗰個都仲係OK 嘅。但是個銷售渠道咧，佢都講有佢略咁樣講啦，有一半就係、是真係受到影響嘅嗰啲 channel， 咁因為真係封咗，就有啲 city 係真係封咗城。咁另外一半咧，佢話即係都仲可以用online 嘅渠道去買嘅，咁所以依一個即係影響，我覺得就實有嘅。但是希望就是歐洲那邊就可以幫到啦，因為second Q 歐洲那邊應該會好啲啦。咁但是我諗大家琴日 focus 會係覺得大陸那邊啊，反而即係而家大家都知啦，都大陸那邊都手機個 demand 都慢緊落嚟，係開始 cut down。咁但係琴日都有人問到 specifically 呢個問題嘅喺個 call 度，咁但係就 management 就係又係賴過啦，話即係佢冇否認到係個 demand 係慢咗嘅，咁佢只係話佢會繼續觀察嗰個情況啦，咁所以你話印度，我覺得可能可以歐洲係 cover 到嘅，但係大陸就係一個 bigger question mark 啦。當係嗰個 demand 開始有少少立意，頭先講過華為嗰個 Honor Brand 又出翻嚟嘅時候，咁對小米個影響係點？就我會更加 watch 呢一個啦。OK， 跟住就藥明嗰邊就即係暫時都我哋都仲有揸住啊，咁就都重倉。咁其實即係都幾慶幸可以望住間公司轉型啦，即係由一開始即係部署啲比較初期嘅產品，跟住你見到即係一直係咁，即係而家就開始有啲即係商業化嘅產品啦，今年。不過就今年就可能嗰個你見到商業化嗰個嘅佔比就即係都即係比起佢嚟緊將會嘅都係比較細啲嘅，但係即係一個 CMO 嘅 service 開始多咗啦。咁就同埋仲有佢嗰個 COVID 嗰個嘅即係利好都仲係喺度啦。即係呢一兩年都係繼續玩緊呢樣嘢，輸就一定繼續揸住呢只嘢嘅。咁小米頭先答咗啦。跟住阿 Jerry Holman 啊，請問1877軍實有咩睇法？可唔可以追落後？其實咧就軍實其實都幾特別嘅，我覺得呢間。咁其實佢即係如果大家見到就佢年頭啊講過佢交咗表會有鼻咽癌嗰個適應症啦，喺海外發展嗰邊。咁所以就都即係而家咧我而家個感覺啦，即係之前。
就上年炒 PD1 上市，咁就成個 PD1 系列嘅股票都好多人追，咁就而家就玩緊即係而家就係呢啲 PD1 系列嘅股票咧，就玩緊要海外啦，即係你見到Akiso 啦，即係啱啱今個禮拜噶啦，跟住君實啦，跟住仲有隻信達生物啦，喺 LED 嗰方面咁樣，咁就所以另外就見到君實咧比較特別，就係雖然你話佢啲產品就即係嗰個進度慢咗啲，但係佢海外嗰邊部署係比較多啦。你如果即係留意，其實即係你可能去下雪球啊嗰啲網睇下咧，其實君實咧好多人留意住呢隻嘢，就即係佢大家好中意呢隻嘢嘅，唔知點解，即係好睇好，即係個 talking point 就係其中就係好睇好海外各方面嗰個嘅部署咯，係。只可以咁樣講，但我哋而家暫時未有揸住，我見到今日都有升翻啲咁樣，係。咁就跟住阿 Dan 問咧，呢個科興收入咧有冇詳情未？未啊，不過我就偷咗呢個高敏嘅圖去咗邊？即係高敏就琴日有出過個 report 咧，咁就即係其實因為佢哋其實都好難估嗰個嘅。嗰、那個疫苗咧，嗰、那個嘅銷售，咁你見到佢而家就估緊今年本身我見啲 model 咧係講緊十零廿億嘅啫，今年咁而家變咗五十幾億咯，個 share profit， 咁就即係呢度係講緊講緊十億個 dose 啦，咁就下年就會開始回翻四億個 dose 咁樣，就已經$88一支咁樣，係咁即係唯一可以咁就係呢啲 update 咯，即係你話公司咧，佢就仲未有消息嘅，係。咁你留意翻就係1177係揸緊15% 嘅啫，喺呢間公司上面，但係都個你見到嗰個貢獻都幾大啊，講緊五十幾億。即係你諗下做一隻藥，例如嘅 PD1 信達生物搞咁耐，都係廿零億收入到啊，就係講緊個收入啫，唔係講個 profit 啊。咁佢呢個就。即係佢而家可以代50億咁樣，所以都幾誇張嘅呢盤生意。跟住咧就等於多謝你啊，霍金支持我同埋 Ada 做支持，多謝做主持啊。跟住阿 Seth Amon 啊，雷蛇燕教可唔可以入？我哋冇，我哋冇啊。跟住就問佢問阿 Dan 問嗰啲電子煙啊。即係仙摩爾啊！哦，琴日發生咩事啊？咁啊，琴日就因為只 BYDE 就話自己會有好多產能會下個月會出到噶啦，咁就做電子煙嘅 OEM 嘅，咁就佢就升啦。咁原本做開嗰個就仙摩爾就跌啦。咁跟住好似尋日都仲有出咗三點鐘有報告，有個報告講咩？即係電子煙危害健康咁嘅報告啦。咁就係啦，咁夜晚只 RLX 都先插嘅，跟住後尾都唔係好差啫。只斯摩爾又慘情啦，即係今日彈翻2%，你見到都大成交啦。咁啊，大概就係咁啦。咁但係我哋三隻都冇嘅，咁所以即係略略咁樣就解釋一下琴日啲 news flow。跟住 set Amon 啊，拼多多升完大跌有咩睇法？頭先講咗啦 ，Sean 係啦，跟住啊 1826啊，話3347啊，只 Tiger Mat 係咪入咗 MSIC？ 如果你講今次 review 咧，即係我同大家一齊睇啦，咁就你其實去翻 MSCI 嘅 index review 咧，咁跟住之後咧，你撳呢、這個嗰、個 percent index 呢個 addition and deletion， 跟住 search 翻 China。嗱，見到 MSCI 呢個 list 啊，頭先有講過啦，康方會入啦，咁就你 look 翻落去啊，你係揾唔到 Tiger Mat 嘅，咁就今次咧就應該唔關 Tiger Mat 事嘅。如果我錯咗，大家同我講翻，即係我呢度揾唔到啦，見到仲有 Pharmaron 啦，係啦，咁所以都唔係太細隻字，開大啲俾佢啦，即係 Akiso 啊 ，Flat Glass 啊 ，1772 啊。跟住仲有啲咩名咧 ？Pharmaron 啦，跟住就仲有嗰啲世茂 Service 啊，Sunex Service 啊，仲有呢個啟明都有入咯。
就可以大家留意一下今日收市嗰、那個有幾挫啦，佢哋嗰個嘅成交可以。跟住就啊，係咯，多謝你啊 ，short 訂語。跟住所有門問啊，Google 好強勢同埋前景好好，我哋有冇考慮？點解我哋冇考慮？嗯，等我哋再研究一下。如果你覺得咁好，我哋再睇睇。咁啊 ，Candle Live 就問翻我琴日個 ESCO 嗰、那個即係誒，琴日講嘅啫，其實 ESCO 添啊，琴日定前日。咁就即係話有冇啲 expecting have significant announcement？ 其實講真咧，佢哋即係佢哋呢啲一早已經有個即係預告咗會出啲咩藥嘅。咁所以就我諗咧，都係睇翻究竟佢哋。即係實質咧，佢哋會擺啲 poster 出嚟咁樣啦，咁就會有嗰啲數據出嚟，究竟係好定即係係咪好過預期咁樣咯？咁就所以就我自己個諗法就可能你越多嘅公告就可能越即係高啲機會啦。咁你見到話恆瑞就好鬼多 PD1 嘅 update 啦。咁另外就有啲重點嘅可能康方啊。SciLab 啊嗰啲都有啲數據，不過我另外就可能有啲比較細間啲嘅，即係你哋睇翻我條片咧，我有擺嗰兩張圖出嚟，嗰、那個就高敏console 嘅嗰個圖，咁其實你上翻 ESCO 個網咧都會揾到嗰個嘅嗰啲嘅資料嘅，即係喺 Google ESCO 就應該會有，咁就我諗有機會有啲例如德奇啊嗰啲咧，佢哋都有公告噶。咁如果佢啲數據好咧，可能會即係有個好大反應嘅呢啲股票。跟住 IQ 又講笑，跟資基金團隊揾食，即係我哋大家一齊揾食啦。Short 訂語啊，最後有廣東話總結好。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咁樣，即係記得用廣東話做翻個總結啦，方便翻大家。咁我哋而家個持倉比例大概五成零到六成呢個 range 咯，即係偏六成個 range 係。咁呢排都有加翻啲A 股相關啦，有啲 healthcare 嗰啲股票。跟住 David Palmer 問啦，522現價可唔可以買 ASM 啊？我哋冇，我哋冇而家。跟住呢啲問啦 ，Ada 邊只股票而家可以買啊？長揸。Baba 騰訊咪 crowded trade 啊，長揸喎。Baba 應該唔係 crowded trade 啩，但我哋冇 Baba。係。咁啊 ，Tencent 我哋有啦。跟住 Nike 又問我269幾時配，估幾時配？通常兩個配一次咯。係佢公司批新股，上年問我。佢上年我記得上年最尾個轉個解禁係去到年尾。咁跟住就嚟緊，啱啱最近好似107蚊，咁而家都120几蚊上翻，都幾勁。POSVN 記唔記得我見咁9蚊得件小嘅？見你都唔係，係啦。勁啊你！勁啊你！我記得你嘅。跟住 CK2915 ADA 係時候買 Sammy 啊 ，Gan。咦？你點知啊？ADA 真係有買喎，今日。我開始部署緊嘅，小人部署緊。跟住啊 ，Gary 問啊 ，Kevin 對只 Remagen H 股全流通係咪好負面？我諗又唔會即係影響就緊。公司的基本面吧，但是就暫時來說都觀察吧，繼續，即是我覺得現在大家好像是玩一些100到200億市值的東西，那些反而有看頭多一點，但就很難玩，只可以這樣說。好，我見這些問題都答得差不多了，那就看看樣子先。那就多謝大家支持我們司機音直播啦，那就如果未 subscribe 嘅就記得 like subscribe 同埋follow 埋啊，好多個 Facebook page 啊，咁就希望我哋好多聽日會再同大家答翻啲未答嘅問題，咁就拜拜。